鬼头刀，鬼头刀！哎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！哎，我。9:20。看到我在这边跳一下就知道。我们又回来彰化了，好久没有搞中部场了。但是我怕明天热。今天的台南就已经热爆了。我们两个打四包，因为怕不会钓到太晚。一包白金，上包三合一，这两包是真他妈万用的。人生台南极限。我带一点不动香，啊，祥善的两种炼饵，一样带三包就是了。我们明天打算要去彰化的县溪搞搞看，换个口味啊。明天的话是大潮，我们可能会钓干反涨的潮水。我们钓的时候已经在涨。2:30起床。真的硬，我3点多就要到位置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晚安。晚安。3:30，大家早安。我们现在人在耍宅。我们今天来到彰化的县溪。今天跟 YC 约钓鱼，他叫我们在那边等他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可能看一下浪况，然后选一下位置。我是预计7点就可以爆头，这样是最好的，不会晒到太阳。还没2:30就起床了。对，本这边好像家的人也是很多啊。反正我们就来挑战看看这个中部场。YC 来啦，早安早安。可是他还自备了 OK 丸，是什么味道啊？我都兴奋起来了。打开了吗？别碰，我没有打开。这有一个中药味的感觉。这是没有打开的哦。打不行不行，30到50倍呢。不要这样，来一人一罐。哇，什么？谢谢你。对啊，还要吃笋呢。那这个才。You got me thinking, I want over again. And you got me high, you got me thinking, I want over again. You've been on my mind. 这什么？你看一下。吵什么了？我刚才从这一边绕来这里，应该是去这边钓。这位是罗哥。爬一趟直接累死，我太佩服来这边钓鱼的人了。啊，我们看好位置了，我们就决定在第七支钓了。热了，好，加油！我们大概丢一支竿子圆吗？哦，率先开壶。四指多一点，没错。好，不然丢掉。换大只的。把钩下去换大只。放流沙格。好了，先放一只。哦，亮了亮了。
今天玩翔雕的 0.6 号杆，浮标用魂手做的 2.5 钱。他今天钓一样钓短签，提卡钓 1.7。他今天都用这包魂手做的钩子来钓，他的包装还不错。不然像有的伽马的钩子，他那个有时候开一次两次，他上面那个小盖子就没了。他这个有夹链的功能，没坏没坏，而且还蛮利的。我的第二只小鲨，哎，先让它游个泳，把它跳出去，我也没办法。哦呦，好高啊你哦！不会太偏吗？我自己有点尴尬。哎，好肥啊，我的标嘞！哦，我看是有差嘛，吃到吐血，不错嘛，对啊，沙哥，清一色沙哥，乖乖，哎，打嘴边竟然还吐血，养鱼养鱼，看看有没有办法，知道养看看了。想跟你上次那一只一样，把它养养。好，养一养就好。养一养再刺我。让它去这里啊。嗯，先让它吹冷气了，也不要虐待它。这里很好玩嘛。会咬都很好玩。好玩，今天是好玩。今天你还来这里啊？还是明天换个口味？明天前面还有很多只可以选择，可以去第八只啊。可是第八只没有人带。不好下去吗？你不知道，第八只很硬哎、欸，还硬哦、喔。洗都很下，第一个比较难。上面看着你。第一盘比较难过而已，过去最好过了。是要用跳的吗？还是怎样？要抱着它，要抱过去，抱着。哦，抱。抱着。就是那种霸掌是站起来的那种。对，因为它有点大，所以你要抱着它过去。怕它爬不过去而已。牵一下就好了。我不想牵它的手。观众鱼，哦，尴尬，没有阻拦网，谢谢 YC 啦。换个魂手做的长标，不然浪一直盖假讯号太多了，看得很痛苦。
收工。只有母光那一段时间比较咬而已。所以觉得今天算好玩吗？还不错，母光7点前，但是今天有点闷呢。后来在起风，但是流水差不多要撤了。26，嗯，不错哦。罗哥跟 YC 他们给我们的鱼。罗哥的有22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啦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4:52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我们居然来到哪？看到这长长的排队，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中港北堤。久违来到台中港北堤，因为原本要去县西八吃饭呢，可能最近天气不太稳定，我们突然下雨，我们跑不了。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下大雨，对。哎，很奇怪，我在龙井那边是下到我看不到路的高速公路，结果一来到台中，地板是干的。对，很扯，他明明就在隔壁而已，差很多，太扯了。我们今天就跟 YC 还有 YC 的爸爸，还有一个钓友一起来钓鱼。对，他们在聊天。对，他们在聊天。今天是大潮最后一天。对啊，想要找一个轻松一点的钓点来钓。5点干潮底啊，我进去。应该快6点了，啊，这边要就真的要穿防滑鞋，比较不像安平说布鞋也 OK 了，他这边是一定要防滑鞋。对，正跟 YC 一起钓鱼，是我。然后我们钓友跟 YC 的爸爸，啊，昨天钓完的粉还有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剩还有快1包左右的量啊，然后今天如果钓深场的话，我就直接补2包黑钓3合1，因为它比重比较重。不然像这种深场的很难，怕下去之后就没有了，怕诱不到鱼。嗯，就让它料赶快下去了。对，我还是选比重比较高一点的。嗯，太重了。我们赶快做准备了。OK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今天钓大排骨洞的位置。怎么走啊？怎么排？嚯、哦，好高哦！等我一下，小心了。小白骨的那个超高的哎、欸！军统，你要不要再站过去一个？真的会疯掉。可以洗多站。竹竿子，那今天要拿06的分天鳌，因为我就只有带这一只啊。啊，他们说可以在这边边这边煮完之后再走过去就好了，不用再多背那个竿带。OK， 出发。这边走的时候还是看一下地板好了，等一下摘下去人是没的。没事的，刚开始会怕怕的。刚开始怕怕的哦，第一届惊惊，第二届疼疼。希望是不要到疼疼。嗯，今天一样玩翔雕的0.6号竿，浮标用魂手做的3000，钓2旬，好吧，不是2旬啦，2号1旬啦。口误，看到这个洞吓到，吓到话都不会讲。这里，这边下面的地基是一个平台，下去再一卡，再出去再一个平台，那应该是沙子，你可以量量看，大概，嘿，现在应该还有2只杆子在那。不然我先一只杆子上钓啊。现在钓那个，我现在是设定先钓白白的那里。哎呀，水深你要量哦，你不要直接钓，你那个线缆一定要拉很多，我觉得你可以先拉。我看有拉一点。那钩子先钓，魂手做的小鸡8号，因为不知道有什么鱼种。
远一点差不多三只多，哎，啊，脚下差不多一只半，有个看嘛，蛮大看的。哦，接着，我觉得会刚刚好。好，希望是这样。帅帅帅！哎、欸，你的要不要笑说一下？好不？重心要温柔一点啊！哦，还在发力耶！呼呼！加油！帅耶！等一下，他，哦，你要飞啊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大只啊！强，强，直接飞就对，跟上次一样，空盘，是是是，开五，那还是我用班长教的，四颗佛珠，阿弥陀佛，然后要拜一下，加了这四颗摇钱之后，立刻就摇了，是，对。两个帮我沟通，有什么小技巧吗？把勾进去别两只啊，尽量勾头，因为它头比较钝。啊，不过剩下的就我会勾大概两三只。哦，一次要勾那么大串，是不是？啊、就是让它在水里面咬咬咬咬咬咬，就是让它在下面呛下。哦，是，然后咬。好，我来试试看第一次钓虫。恐怖哦，虫虫。你也不能勾自己。就不会脱钩啊！他在那边咬一咬，哎呀，我好恐怖哦，我都想吐了。啊，想看刷一排爱心。我勾那么多只，我都是这样啊。真的？对啊，然后他就在水里面咬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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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虫虫把贝。鸡腿、排骨，然后啊，宫保鸡丁，好。看你这里哪一个咬先？钩子，虫上面。虫上面打。我好怕这个。刷给啊！捞得到啊！用虫钓到的刷给啊！谢谢！我第一次用虫钓到，中鱼。好，我终于在台中港钓到鱼了。好嘞，收喽，收。中鱼了，中鱼了！你钓金金而已啊。钓虫好玩呐、啊，感谢钓友。告诉我这个阿弥陀佛佛珠钓法。鬼头刀。突然发现鬼头刀在这边绕，试试看打不打得到它吗？突然发现了鬼头刀在水面上面，不知道大家打得到。鬼头刀，鬼头刀！哎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！哎，我的好像收得到。哇！
我就不相信。真的，再给一个。是扒不到啊，太远了。扒到你敢拉吗？我跟他拼了。我来看看。我来看看。哪里啊？好、哦。这个要用八的。哇，他现在很近。哇，游太远了。那边我就爬不到了。好、哦，乖乖的。突然没什么摇讯了，加油加油！哇，突然。啊！终于了，就拖拉杆。我现场都还没有就定位，他就拉手。对啊，正常就是这样啊，正常先。臭臭的决定放生，拜拜。收工了，脸到底要多不爽？凉鱼环节，二八，二八，两只差不多长。哦，真的？太挑骨。他刚才还皱眉头，下次再报仇。好。